现在要去找东西吃了，现在从跑掉出来。哇，没有什么车啊这边。这边就不会比这个合在那边立竿的那边热闹咯，这边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游客啊，很大那么多小表呢。现在去走走一下，走他们的早市的那个盘山。这边是卖散播的哦，哦，东莞的，走，两边啊，双边的，双边的喽，嗯，这样好快呀，这样。这是 pick up， 这是吧？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台湾有三只吗？跟着当地的人来，然后呀。来了，我们来了，花也没有水哦，等下去走它。你干嘛那边？它的喵呀。你走嘛，不错啊，要走地方了。穿哦，三岁又可以啊，刚刚好。好像很小，哎，玫瑰。嗯，三岁。真的很美呀，啊。啊小啊。可爱哦。应该不能穿这么小。太小啊、哦，我觉得太小。可爱哦。有，你买四号，四号哦，这三号啊。这个三号你买四号了。我二号更小。二号更小。我觉得可以的。哎，你好吗？好吗？过来。好吗？哎呀，就应该公开你那边吗？450。450啦。不可能45啊！45嘛，高考金呀，这里是啊，满杯几两六呢？450，50多块，50-60块。50块买个10多？不一样啊，这个是。这个是他们传统的衣服来的，这美了吗？这么好像啊，什么拜神啊，什么啊，这才有穿的。我觉得太小，我要买它看看。它布不到，它布，这个我查看鞋子。是他们的校服哎，我看好像他们的校服这样哎。他们这边因为没有游客，所以就没有人潮哦啊，因为全部都是什么本地人罢了。哎呦，这种卡卡一定搬一只回去了。哇，这个看鸟就流口水啊，看看。哇，这冰丝。啊？咩店？新加坡。哦，新加坡。哈哈哈。
他讲我是 YouTuber Free Fire， 他讲我讲OK。嗯，看我们的脸色都知道不是本地人了咯，我们肤色啊，这边才是吃的。哇，现在来这个，它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四的巴萨，哇，煮了来这边住那个好像民宿的有煮了，那这边就不错了，可以来买很多材料。有车啊后面。是泰国时间早上九点了啊，九点了没有？泰国要十点了啊？哦，泰国时间要十点了。OK 了，来车啊！什么东西？笋啊！哦，一些，哎呦！石榴，干嘛又在走回啊？哦，哦，鞋，哇，鞋很多啊，美啊。给你们了，哎，标价呢？这四百多。
吃，我奶奶哈。是没火？啊？来了曼谷了吗？ไปย้ายไปเดียวไหมเนี่ยมีหลายนี่นะคะให้ดูลูกใหญ่ว้าช้อนไหนช้อนที่แล้วก็ช้อนนั้นน่ะที่ชื่อโอ้这边是卖这些港式的这些又出来了，这是他们的串串。How much？800，400，40。400？不可能是400啊！啊，18，15，10，18。十。十。十八。鸡同鸭讲，没有十块的，那比不是十呗？不是的，十到满一分钱的。真的？你看，你给他直接打开了。给拿巧克力再打。还有十块。嗯。好，给你洗。这个十块。这个十块。好吧。二十五。15吧。啊 ，OK。这个十，那要买。两块钱哦。就少拿完喽，全部。那我们拿这个吃吗？我们替我们拿，谢谢喽。我们三套，谢谢。容易。啊。啊，三。啊，三。我在另外放的。哦。不用钱啊，拿着就可以了啦。三。三。还有什么长长的哈？你要讲三的啦。哈哈哈哈哈。真厉害啊！什么呀嘛？这个，我装的吧。那个鲜肉油。又再是三，三哈三三，能双三哈来。多少钱？十多千有啊，想买。四套吗？十二只吗？180。180啦。乘12吧，十二乘你哦，乘你15吗？180哦，这十块啊，十块，啊十块吗？哦，点了200有的找啦，哇，这样便宜完了，真的你，便宜便宜的，哦15了只有那个不了，哦其他哦，哦15了是这个手包，没有没有那个后面的。后面的那个好像鸡腿这样啊，十吧那个，十吧。我看一下，我拿下来是拿手刀，手刀我们拿手刀，对。我大概三嘛。对，我们拿，我们手刀。对，拿六只虾。是啊，不是啊。还有另外一半容易，我要拿三刀。厉害了。啊，才多少钱？这个130，我马上送你了，够吗？够啦，加30块罢了吗？这个什么呀？这筷子是边边的哦。边边应该虎丸呐。这个你是虎丸吗？这个鱼丸，这扁的鱼丸。哦。啊。走。Okay, thank you。这个直接吃到晚餐去了。你不是要去吃成龙的面吗？
甜的咯，哎，给安迪挂一下。甜的咯。那买什么皮？买什么皮？这个黑色，这什么来的？这个阿三哥，阿三哥。这个好像很好吃哦。甜的咯。我们可以试看的。这个还有叶子。猪皮这边吗？有啦。他这边东西我们这边比较难看到啊。嗯，对。只是他们不标价，我们很难去分辨。他们不标价，你要看。有啦，你不会看吧啦？你看他的东西全部很特别啊，我们在杭州没有看过。嗯。好。嗯。有什么呢？什么？甜了。嗯。这个是很好吃的。冰糖这样的哦。比较黄。糖丝热。不知道不要了。这个我们摘蜜来。那东西我没有看过啊，你看你不。拿这个拜神的，看到吗？嗯，这个。还在我上。提供了吗？啊。那你看，拿三锅，你要买哪瓶正宗的？对啊。我知道。正宗的了。要买，要试看嘛。哎呦，这么硬啊！你摸看。一定的吗？糖吗？这个阿姨是没看过，因为她没有，我们都有。就是，快点削饼，削削饼，那里。这个。哎，那我们拿来，我们拿来，拿一点回去吃，看他这边的东西。我们没有问他加钱哦。哦，有了，他这边有十块钱。没有了。一块钱。哎呦，我们要买卤面没？我有十块钱的十块那还有写一包一包十块十八我是不是贵啊对一块大包我去拿蓝来他没有蓝的吗快多了十块十八十块多了快三买一个，这样大包还是十吗？小包啊，你可以买那样的。哦，没有，它里面的，它里面一包八十。要买啊，他是买给他们谁家的？他咸的呀，咸硬啊，你家，你看妈妈的。它比较黑哟、哦，那边比这个比较白。都是猪皮。你开看，开看这，现在开看这。嗯。开看这，开看。你们开。啊、你们。阿燕吃。你不敢吃，请你朋友吃。请你吃。嗯。好料啊。哇，不是，不好吃，我不敢讲。把这里收起来，走开就好了。好吃啦。天经地义，知道吗？喂。二十个一百呀、啊！没有，他那个是有他的 logo 的吗？你忘记他 brand 的吗？哈、啊，现在没有讲 brand， 他有一只猪的 brand 的。啊，对，一只猪。一只猪啊！你要我们还一只猪的呢？啊啊，他猪比贵的，对。这个是另外一个猪。哦，你不用了。有什么不一样？它有干。嗯。好。有点菜有干好。嗯。哎呦，这个特别好拉嘛。
嗯，不是它的油，它油炸了吧？它又在炸，又炸了，又在炸。它那个一只猪的手了呢，它炸一次就倒掉了油。怎么那么香？都不能拿来孩子。这请我们拿回去请朋友吃。好吃，拿吧，只是它有一点油渣。它 OK， 它只是它油不了，它油。你没有熟？但是你煮面饭就没有了喽，它就味道就 OK 了。咖啡店呢？第八，第八家，哪里的呢？咸鱼，咸鱼。那大碗嘴巴都有猪大味道。你不敢吃，可以请你的朋友吃。哎，看他们走了这边。哎，他们走了，走了没？他没有一个咖啡店哦。走过边了，走过来，来都搬好了，看到他们走了吧？我们这边弯出那边看喽。是吗？我还没出二圈都没有呢，看他们走了吗？找一个咖啡店没有啊？我要找咖啡店，我们的位置呢？我们又来了，好像迷路了。他们这边的没？没有啦。我看看这个顶比较多啊。然后那顶啊。他卖的顶比较多呢。有时他们将 backing， 有时是来拜神的。直接。他们往那边进去看。是吗？我们要走这边里面住哦。我不知道哦，你带路哦，但是肯定去荷兰的那去哦。他这边呢，对那些要买这些吃的啊、原料的啊，就很合适。哦，摩托来了没？坐旁边。
有吗？那边的本来没有。有吗？你的没有，没有吗？哦。有吗？我拿看那鼻子酱有药草味的，我找没有。哎，安吉有油啊？哎呀，你要麻油啊？没有啊。你慢慢抬了，我帮你洗了。金的店哦，在等这个他们在买，他们在买这个腰。等着呢。哎，没有。买完我还在这个巴萨巴达隆的巴萨的附近，还在买这东西。给你们看看一下这边，其实这边是不错，车也没有这样多，游客更是稀少，本地人比较多。哎，它价钱方面的全部东西会比较便宜了，价钱也比较低了。